客，目前列车正由西站缓缓驶来东站的路上。那等一下列车进站之后呢，司机员会将象征的列车通行凭证路牌来交接给站长，那来表示列车已经通过两站之间的这个区间。那路牌的话是列车在过去列车在两个车站之间这个路段唯一的通行的凭证，那作为列车防务及保安的一种使用。您好，如果你是搭乘16:45开往铁湖东站1224，若预约还没有取票的旅客，请到网路预约取票处绿色站台取票。本列车是本次台湾文博会铁湖展区蓝皮柴油客车试乘体验开往铁湖东站的末班车。若您搭乘本班车旅客，请尽速至检票口验票上车。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感谢您的支持，期待未来有机会能再为您服务。
侧左侧离开月台。对需要盖证明章的旅客，请在出口处靠左侧排队盖证明章。Thank you.